又要来落地水了，哎，这也是冰啊，为什么这个冰打掉会有水呢？嗯，不是很知道哎，可能这是自然形成的，我们自己放就不行可能。那我就这样子跳下去吧，最安全。OK，那我们朝这个方向走吧。黑总，这黄色的是干嘛？黄色的地形上面有个带皇冠的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哦，对，就是那个巫妖。嗯，那这边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啦。巫妖我们就不去打它了吧，也没有爆什么很好的东西。那我们这边呢，似乎来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形哦，都是这种枯黄的草地。然后呢，四周也是有一些小的，然后中间有一个没有去过的吧，我们去中间那个，就是这个方向去看看。哦，莫非就是那个山包吗？哎，山包方向不对啊，我们先去山包的方向看看吧。山包是九头蛇吗？哎，这个山包我们可以过去看看。哦，那边就是那个啊，就是那种森林啊，我有点不太想进去了。听说这个山包里面有矿还是有什么？我们可以进去挖一下看看。一些铁矿我不是很需要哦，好多矿哦，真的，我的天，真的弹幕撑不起我。哦，这边矿真的蛮多的。哎，那是什么蚂蚁？这蚂蚁我怎么打它没有感觉啊？什么情况？哦，有打到，有打到，人它速度很快。我们把这边擦亮一点，不要刷怪线。这里是一个环形的矿道吗？然后我们要从这里下去。这边矿真的很多哎。哦，掉下去了，下面很多怪。我们要下去吗？现在？我们先去刚才那边把那些矿给挖掉先。这边可以给我很多经验啊。那我们直接可以从这里搭出去，在上面挖矿。哎，下面有很多这种哎，这个叫什么地精还是什么？哦，好多经验哦，32级。哇，这个铁，这个铁太多了吧？你说，都挖掉，都挖掉。哇，有点爽，但是我有吸到经验吗？不知道。我的天，下面是什么呀？这有点恐怖，我都不是很想下去。我们先在上面挖挖吧，把这些矿先挖掉一些先。竟然还有萤石哎，这边竟然还有萤石，哎小，哎，我被射下来了，不行不行，完了。我先找个地方躲起来的。蜘蛛有点多啊，还有刷怪龙呢，赶紧把刷怪龙撸掉先，不然后患无穷。红帽哥布林，完了，我要死了。哦，他们自己打起来了，自己打起来了，太好了。有什么宝箱吗？但是这边怪真的蛮多的，我还挖什么矿？怪真的蛮多的，我可以在这边那个吗？咦，我感觉在这边升级啊，倒是不错的地方。这边还有个刷怪龙，给它撸掉，僵尸的。哦，有个宝箱，是什么？哎，转换粉，都没有时间拿。等一下，我就把这稍微处理一下先。这小蜘蛛给它处理一下，我身上都满了。没有小白，其实也还好。哎，竟然还能附魔，这是什么？哎小，我不知道干嘛用的。哎，把它打掉。有个什么鞋子是我的。哇，这个太多了吧！把这个小白处理掉先。其实箍工才是最烦的，这些怪都还好其实。哎，谁说还好了？谁说还好了？他们太多了。哎，我先搭上来先，在这边稍微休整一下先吧。那我，然后这边我是不是要去查一下矿石、磁铁是干嘛用的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它是对着什么地方蓄地，然后就可以把矿给吸过来。哎，有哎，是把矿吸到地表上来。嗯，其实我也不太懂。
大概是这个样子吧，但是好像只能用个3次左右。哎呦，那我们下去吧。爆炸，爆炸。OK， 把他们炸死，然后赶紧去这个箱子里面看看有什么。还有个磁铁，就不要了，把磁铁带走吧。有个钻石。哦，真的有点多。篱笆炸吧。那我们这边稍微去看一下有什么宝箱。这上面还有一只远程的呢，一直在射我。别这样啊。就把远程的处理掉了，什么都好说。哦，死掉了，死掉了。OK， 没有了吗？没有箱子了吗？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什么拆解台？拆解台干嘛的？拿走，拿走。完了，要死了！我还没死，我还没死。别射我了，别射我了。九头蛇肉排。哦，吃一下九头蛇肉排。这里的箱子我看过了吗？苦力怕让它炸吧，对，炸吧。再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箱子。拿完箱子我们就跑路吧。就好像有一些磁铁啊，其他东西倒不是什么很厉害的东西的。苦力怕炸，漂亮。苦力怕炸炸，快炸，快炸。好样的！哎呦，这里面呢？这里看过了。哦吼，一大堆，那也太多了吧？这，那还有吗？那这边呢？应该是所有箱子我们都已经拿到了吧？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厉害的东西啊，我们先走吧。拜拜！不要射我，不要射我，我们先走吧。哎西，怪太多了哇，成群结队，全都是怪啊！那我们这边呢，就拿到了几个磁铁，好像有一个磁铁没拿到吧？不过算了，磁铁好像是把矿吸起来吗？还是怎么样啊？我再来试一下看看，就是右键一直对着地面，好像。不行，哦，是不是把矿吸上来？就是把矿吸上来而已啊，并不是特别厉害吧？哎，这个耐久好像消耗的比较少，哎，可能吸的矿多了，它消耗就会多一点吧。OK， 那我们先出去吧。这地方果然有矿哎，弹幕撑不起我。这边不知道这个转换粉还有这个拆解台有什么用哎，到时候我们回家试一下吧，好吧？那我们这一期实况呢就先到这里吧。然后呢，我们下一期呢想办法进入后面这个暗黑森林好了。哎，这是不是我之前来过的地方啊？我是不是在这边打什么蚂蚁，然后好像有点像哦，旁边有个山包，我们可以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进去就是会视野全黑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进去就不会了，好多蚂蚁哦。那我们这一期呢就先结束好了，下一期呢就想办法到那里面进去看一看，看能不能打掉那个送书的了，了解一下剧情嘛。OK， 那这里是阿西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